时间匆匆，容易过啊！看到自在中学、小学、幼稚园，因毕业典礼哦，看到画面啊，真正是温馨感动人啊！迄个场面，虽然呐、啊。囡仔是遮小汉，幼稚园确实呢，因进出啦，老师带入场啦，看到因进场，就开始很震撼。小小的幼儿，安尼。这么这么有出息哦，清洁出息。后面接到的呢，小学，在后面呐、啊，那就是中学。囡仔的大汉呐、啊，在后面，看起来就是青年，那就是高中呐、啊。毕业，中考、大学，体态、身材完全差真多。确实呢，迄个画面啊，姊妹啊，真水。典礼是伫咱的静思堂，欢迎。真有趣事啊！典礼开始，赶快呢！老师、昌明校长颁证书，真有趣事，一张一张的证书，安尼颁予因，因真有趣事呢，安尼上台。对老师啊，迄种诶恭敬礼，这是真正看到教育啦。教育，教之以礼啊，这是真正教育。看到因安尼，进出彬彬有礼。真欢喜，迄种尊师受教啦，是啊，真予人真敬佩，所以行礼如仪，这拢是无话好讲啊啦，真的是处事真好，场面真水，大家人。口口传颂，最好的呢是这位幼儿园的小孩子。这个幼儿园啊，安尼这么小的囡仔，用台语发音，台语呢讲得足好的哦。这个囡仔所表达的是安尼。自情自力，自力，迄种的感恩呐、啊，尊重的礼节，伊啊，甲人伫咧行礼的时，安尼，甲其他的囡仔就是无共。虽然大家亲清济，但是伊伫清济中呢。有这种无法度去描述，迄种的礼仪啦，真的真正感觉到讲哦，这个囡仔会当好好栽培，亲像安尼啦，那伫安尼的环境成长，伫安尼的教育继续，这囡仔。
真正是真无简单。听讲，这是咱病院医生的囝啦。是，想到安尼呢，我就真安慰。是安怎在花莲，要去中小学呢？是为着咱呢医护人员，从各地来啦，大家人最关心是囝的教育。啊，遮的同仁呐，因拢少年，所以爱为因设计幼稚园，也都爱阁予因的中小学。起源是为着呢，咱家己的员工啦，所以咱为安尼去中小学啦。即马看到，唔只是咱的员工，就是咱的组织人的囝，中学校长陪着家长啊，学生也入来咯。家长起来讲感恩哦，啊，这个家长呢，伊就讲，伊家己本身是护专第一届的学生，即嘛，伊的囝是中学，所以看起来日子过得遐紧啦。当初伊来读书。是伫护专毕业了后，伫咱的病院服务一直到现在。伊结婚，伊生囝，囝教育伫咱的学校，安尼就对啦。为着咱医疗伫华联，为着学校。为着老师，伊安尼去学校，一当阵已经看到成果啦，一代一代，一届一届呢，大中小学科技大呢，也伫咧办毕业典礼啦，真正是欢喜，这种的教育呢。为医疗教育的同仁来建设的中小学，也是看到成就啦，真感恩啊！感恩，这大家人愿意来华联，那感恩呢？学校教育啦，这都是那。莫忘那一年，莫忘那一年，是起心动念啊，所做过呢，昔日累积啦，已经看到成果是安尼咯，感人的代志真多啦，这就是咱的历史，咱的经典呐。组织，总经就是安尼过来啊，所以莫忘组织在人间为人间所做的代志，培养人才，从第一届的学生，咱的护专毕业的学生，现在呢，伫中部啦，是。私立病院副院长了，因是第一届，即卖人才已经安尼，伫任何一个所在都非常的成就。这伫倒位工作，伊拢是真适应，如归如意啦。了解要安怎用爱付出教育，这就是菩萨。真正也教出了，人人是菩萨，那一位幼儿园呐、啊。
囡仔，伊家己嘛自称讲，我是小菩萨。是啊，咱大菩萨、小菩萨啊，平齐教养啦。哎，接落来啊，好好用心听咯。妙者是精微千万之清祥，妙心薄密，不可思议之法，真如为万法之体，在染，在净，在有净数，在非净数，其性不改不变，所以叫做法性的妙心。啊，妙者是精微千万之清祥，这叫做妙啦。这个妙字就是真精微，伊的意义真千万啦，给达咱该清祥为妙。这是妙理，那要来解说呢？解说几个月都解说不完啦。解缩小来，一句真简单啦，就是精微千万之清祥，偌尼只精啊，精到你目睭看不到情况。千万啊，道理安怎批啦？批到每一个角落，都可以用妙来讲道理。妙心薄密，不可思议之法。因为咱念咪闻啊，会看到妙心，这就是发心啦，真如发心。伊个完美啊，完容啊，要用安怎样来给伊清祥？迄、那个妙心之美，实在是不可言说、不可思、不可意之法，是真美妙的法，那就是妙心。所以，真如为万法之体。在染，在净，在有净数，这妙法之体，这些真妙吼，也就是妙心呐，伊也就是真如万法之体啦。不管在染，就是凡夫啦，咱大家人。真如，咱也存在。在这个染尘的内底，咱嘛是记住了真如，在凡不减啦，在性不增。在凡呢，就亲像咱，就是凡夫嘛。真如呢，就是比。无明啊，这烦恼给埋伏着，看真深啦，真如显示不出来。但是一个地嘞，就亲像宝珠，一个地迄个公主的身躯，唔知伊心怀宝珠。同款的道理啦，所以讲真如为万法之体，在染在净，在染就是凡夫，也在圣人修行者呢，或者是在有情，唔是干那人所有啦。不管动物、人物啦，拢有啦，在
非情所，其性不改。不管是这个法真如法性，迄、那个妙心啊，无处不在，情义无情啊，都具有阿弥的法存在。这也是咱讲过去，不管是世间法，或者是呢，在咱心理法、世间法。生住怀空，一切有色的物件，拢合在内底。合在内底呢，都有伊法的微妙的性存在。人嘛，也是同款。除了人以外，有生命的物件，拢总呢有偌尼侪种类呀、啊。算不完啊，大小生命形体算不完，名称讲不尽，这种在情与非情的内底，实在讲不完啊。其性不改不变，人有人的性。动物有动物的性啊，是飞的鸟啊，是游在水的内底的鱼，涂骹伫咧索的，等等，各有因，迄、那个物理、生理的形态伫咧，各有因的形态，所以因的形态呢，迄就是因。各国啦，不同迄、那个你存在，你狗啊要甲讲，伊叫做人哦，唔是啦，伊是狗，自然有狗的形，就亲像佛陀讲，但真理啦，还是无离开因缘果报。因缘果报，佛陀所说法啦，每一项法呢，都有涵盖着因缘果报，有种子含藏着迄个基因，还有因缘会合呢，它都成，都成伊的形啦。树仔的种子，什么树，伊就勃起啦，慢慢大长啦。一粒种子的未来就是大树，这粒种子的未来是一丛稻啊，是一丛菜，哦，拢无同啦。所以，伊有本心啦。这就是法经济因透过了缘，各种不同的因，同款爱汇合着不同的缘，安尼呢去完成起来。所以性、理、真如、本性、大地呢？都是拢有一个真如，真如就是妙体，就是真理，用足济种的名称啦、啊、来解说到尾啊呢，就是汇合的，那就是真实法、无上甚深微妙法啦、啊。咱开经期间是安尼讲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这个法呢，用种种的名称来给咱解说，都说不完呐，所以是不可思议哦，吼，这法性
的妙心吼，不可思议，那就是真体啦，妙理。来，今嘛看，咱讲过去经文啦，诸佛及声闻，佛祖菩萨顶，若度若在中，说法色界现，在经济啦，不管是声闻、佛及菩萨，这虽然讲是人，但是佛陀也都爱观机祷告。伊适应的是啥物经济因缘，伊就道伊的根基方法来甲伊教。这嘛是同款，人啊，佛陀呢爱有方法，所以佛陀咧祷告的方法是足多的啦。所以一个名称讲真多的道理，真多的道理呢有不同的教法吼，这拢总是佛陀教育的方向。接落来呢一段文，虽未得无量法性之妙心，以清净相体，一切义中现。虽未得无量啦，法性之妙心，拄只迄个讲就已经甲大家人讲妙心妙啦，迄个真如本性微妙的法，这就是佛陀随机祷告做。最重要，予咱大家人家己爱好好修啊，咱爱修得呢，弃敌无明，咱爱灭敌烦恼，最后咱才会当得无量。无量呢，就是拢无烦恼啊啦，法拢存伫咱的心。无杂念，这叫做清净微妙法啦。在迄个时阵就显现啦。不过佛陀伫咧教育的过程，虽未得无量，都亲像咱科技大学那呢毕业典礼，哇，这拢已经成年啦。毕业典礼遐尼正庄重，因出去都会当头就业啊。阁有小学、幼稚园，亲像安尼，阁家教育，教育了后呢，因看是要去科技大学，或者要来咱自治大学，因都阁在更上一层楼。无同教育，无同款呢？安怎去解道教？随因的根基和因的教法，所以的还未接受到的课程，伊还未修行到遐，那还阁有无明烦恼啦。因为道理伊还未听到，所以迄、那个。无明烦恼也未起底，所以呢，伊也未得到无量法性之妙心。那也未得到这个法性的妙心呐，法也未全体了解，也未得到无量啦。来亲像安尼的人，不过伊真认真。所以
四次惊人，伊真用功。伊读书的过程，读经次经，经典的内容，伊拢真用心伫咧思考。即种呢，次经的人，虽未得本有法性无量妙心，这就是咱。大家人真用功哦，该听的爱听，该读的爱读，但是呢，咱也未真清楚。不过，咱真用心，所以骨接来都讲：以清净相体，一切以中现。圣义根清净的上体，以一心中如实体观。咱虽然也未教到吼，迄个精妙的本性也未展现出来啦。但是呢，咱真用功要去了解内底的道理。定定较早讲过修行呢。就亲像身披战甲要入战场同款，这是过去捌讲吼，所以伫这种修行啦，爱家己呢对家己挑战，咱有真多习气无明，咱爱好好降服咱的习气无明，咱爱专心用功。咱已经把咱过去的习气啦，减少啊啦，用功呢，迄个心专呐，已经增加，和咱的根呐清净啦，这个根清净，这叫做圣义根清净，上体就是咱。还在在修行，用平常的人，咱还是凡夫的身体，但是在咱的精神意念啦，咱已经将法入心啦，咱真认真在咧精进啊，咱还是在这个身体中，所以啊，咱是照心呐来修行。初心不向今生度啦，敬向何生度初心？咱爱把握现在这个身体，现在听到安尼的佛法，咱爱好好把握这个时间，将这个法啊好好啊听，认真的去体解。咱逐天毋是伫咧三皈依吗？体解大道，就爱发无上心吗？深入经藏呢，智慧爱不断的开启如海呀、啊。咱毋忙，咱有法度呢，文化、传法，文化、说法，将来会当传法。这就是咱的方向。现在咱都爱教达安尼啦，体解大道。所以以一心中呢，如实体观。咱现在用这个身躯，好好呢听的法，用心听入去。读的经呢，内底意义，好好呢深解。这就是咱爱真用心，若善若恶，
肉性肉凡啊，一切色相无不色现。什么是善的啊？什么是恶的啊？这是性，是凡夫。这一切啦，在咱的脑海中呢，就会当清楚啦。咱会当分别是是是非，咱拢真清楚吼，所以色以心中现啦。心经亦即五心之用，咱的心经吼，其实啊，也会当成为五心的应用。您敢知影佛陀出生也是在人间啊？大家人都知，佛陀出生人间，是伊甲人的思想无同。咱人啊，思想就是随着环境啦，受环境的污染。佛陀呢，在世间大汉啦，伊呢就会感觉人生是安怎是安尼呢？环境是安怎是安尼？人是安怎？有老病死，人是安怎有贫富贵贱？为什么有这个阶级分别不公平？伊呢为着这个代志，伊要去找真理，这就是佛的心呐、啊。同款，伊用这个身体去心。求真理，后来伊呢，这个心，共这个心啊，伊成为五心，五心世界所有心中现，那就是肉心。这个肉心呢，是父母所生的身体啦，或者是呢？肉身修行，佛陀是将人修出来的嘛？再来讲真侪过去的道理，讲现在天人地狱，这拢是佛讲的。所以所伫咧现出来的道理，上至幽顶心中现者，咱前面也讲过了。天界的形态，一定呢从自在天讲到大梵天呐、啊，再讲到幽顶天。天界有顶顶塔塔，无同的天界，因的形态无同，所以这拢通通叫做天心。所以天心所用。的身体，那自性以心中现者，那叫做慧心。这个自性声闻缘觉啦，开始呢了解人生疾苦。佛陀所讲四谛十二缘法，因真清楚啦。了解呢，气世间甲心
心灵的世间，因拢清楚啦，所以叫做慧心所用的身体。那菩萨，菩萨以心中现假，伊是发心。到菩萨呢，伊毋是干那知尔定，到菩萨，伊行六道行啦，人间呢是入灵群，众生近佛的边缘啦，已经呢是真接近。看看弥勒菩萨，这是东来佛啊。文殊师利菩萨是过去佛啊，他也是称为菩萨。来，道场，释迦佛的道场，做道场，原来是来人间教育人群，所以。菩萨是发心，那佛心中呢所现的，那就是佛心。佛心，它就是明清啦，这个世界的教主认定的，依然现在所认定的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离咱两千多年了，两千五百多年啦。未来佛呢，那是未来，是弥勒，但是伊是东来，还要个离真远咯。所以咱现在的教主，也个是释迦牟尼佛啦。伊所甲咱教。这个我用心将凡夫修，对凡夫开始啦，小乘啦，中乘、菩萨乘、佛乘，这种我用心，我心可以用，所以呢，以归纳到十法界，十法界。就是用这个我心之用，十法界呢，那就是六凡四性。六凡四性在啦，常常在咧讲啊，六凡呢，天啊、人啊、修罗啊、地界五鬼畜生啊，这是六凡。那四性呢？声闻啦，辟支佛啦，菩萨啦，佛啦，这呢叫做四性。伊离开了凡尘，清净无染的心修行。十界就是十法界啦，海印心罗啦，真多真多。那一道相融，这么这么多的东西都是互相费用。天地间啦，所有的山林树木啦，去给算看看，草木丛林在这个大地上啦，是安怎来相用？这呢，大小无碍，海归海啊，大地归大地，山哪归山哪去？这都有因无共，这些物件拢伫伫咱即马现在的世界，大小无碍。
不管是消化、消肉，这个露水无碍大海，大海无碍就露水；消化、消草无碍就大丛林，这是大小无碍啦，各不坏小，都无互相阻碍，即事事无碍矣。这个道理啦，道理真多，足多的道理呢，伫人间。但是呢，每一项都有伊的体力伫咧。但是呢，足多的体力啦，互相无相碍，就亲像目睭，耳也无碍着目睭，鼻无碍着嘴，总是。各就各位啊，各有道理，各有用处，同款啦。这拢总是地佛所教法。佛之无量清净法身，即圆通法界。唯有佛啊，迄种的清净无量，迄个法身，就是真圆吼通法界，那就是一个宇宙，大宇宙空间呐，这种圆。懂法界，所有呢都是包容的内底吼。那换一句话讲，十法界即为佛之无量清净法身呐、啊，所有法身呐、啊，拢包容的内底里头。那咱爱真用心去体会啦，所以故。十法界呢，一切众生悉在佛无量法性心之内，一一一念现前，一力通万力界天啦。所以，咱爱深入佛无量法性心之内，一一隆重呢。会当一念现现起来，所以十地啦，十地以上菩萨随分体证，为佛四灵圆满，所以分呢是最圆满，分呢是无量啦，所以菩萨再深。再圆啦，还是呢，还阁差一点啊，就成佛啦。所以佛在人间啊，是真无简单哦。那不过呢，佛一定是菩萨来完成的，所以修行一暂处啦，一直到最高呢，是发心菩萨。迄、那个发心菩萨呢，再来就是圆满一切，那是修行正果。被人欺世经者，虽也未得到这个境界，也未甲佛同款圆满的境界，也未甲菩萨同款的迄个法性道理啦、
体力也未真透彻，但是呢，因为伊真欢喜持经，从文字上呐了解，伊用伊的身躯来修持法，安尼，所以呢，可以出国用相应。这个果有这个因呐、啊，真清净，真清净。但是呢，咱也未够真透彻，有因就有果，也是同款，将来也是会当相应因果。好、哦，佛因自然的完成是佛果啦。但是这个过程呢，有经济。有苗，有小树啊，将来也是同款，会有大树啦。只要呢，因是安尼，它就成就什么款的形体。咱发大心，行菩萨道，修佛果，咱若有安尼的决心，自然咱就会当向佛的道路不断前进，吼、哦！啊，这都是显示呢持经的功德啦。啊，用什么来持经？那是心，这个心经啊，来修持五种的心啊，有肉心、法心等等啊，那教佛心啊，总是呢。这是身躯，身躯呢？虽然呐、啊，咱讲过去是八百新功德，但是呢，伊那认真呐、啊，有这个身躯呢，一切的成就呀，未因为无心，因为这个心是聚集了五根，目睭嘛伫这个心的内底，耳啊嘛伫这个心的内底。必舍啊，拢是伫这个心的内底包含着啊。眼有八遍啦，耳有千几遍，其实这六根功德呢，汇合起来呢是六千功德。总共一句，咱爱好好用心来体会，心就是爱殷勤精进哈。那伫这六根的内底啦，伊是第五根吼，后面呢一个一根，所以万法啊，无不都是从根顶汇合来分析、体会、道理，迄、那个真空妙有啦，真心，迄、那个精妙的心吼，发心啦、啊。那来用心妙心独立，好好多用心啊。